因为之前在瓜里受点小伤嘛，然后现在联赛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那个开赛的时间嘛，所以就现在以保守为主嘛，现在跟那个康复师和那体能教练上午在健身房训练，下午会在场地练一下吧。基本上恢复的没问题了，现在慢慢开始跟球队啊增加一些对抗训练啊，包括自己那个体能啊，包括开始慢慢的做一些步伐灵敏的训练了。开始新的一年吧，大家都很困难，包括我们俱乐部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我觉得新赛季我们一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面貌展现给球迷，希望新赛季开始的时候球迷会一如既往支持我们。